我以前当兵不是好不容易调到福利社吗？调福利社，那个福利社领班就是这里面的，也是当兵的、啊，对不对？领班刚好是混黑道的，调到福利社那要不要拜码头？我一看吓死了，怎么搞的？福利社里面奇奇怪怪的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，晚上全部着装着便服，爬墙出去，是不是？然后跑到基隆夜市里面，然后夜市里面不知道一个什么餐厅，是吧？然后任他摆布，我们这种刚到新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对不对？只有这样子了。结果呢，他是专门把这些人带去的，出糗为乐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势力大，所以他没有在怕。去干嘛？一人一杯饮料，排排坐吃果果，还叫几个他觉得他很混得开的女生坐在那边，大家联谊嘞，哇塞，是不是？结果他就叫你，你现在应该想上厕所了吧？赶紧去上厕所。我就知道里面一定有诈。果然，厕所回来的时候，我的饮料就被他下药了，是不是？下药了，我就知道这里面一定不妙了，因为看他那个样子，应该不是什么，不会有什么好事啊。果然，他又说：“哎，跟谁敬一下吧。”对啊，就喝下去，就很快啊，头就开始昏了，但是我这个人呢，大概多少有点定力，就本身的，可能那时候有些羞耻啊，修行啊，所以等于是我的定力跟迷幻药之间在拔河。然后那时候你就真的看到啊，真的是那边人在转哦，真的在转哦。然后他就想看你糗样，说看怎么搞，老是没有糗样，真奇怪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那天真的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是药不灵还是怎么样？那结果真的、啊、吃完那一团，然后还带去什么基隆夜市，我那时候真的要倒下来了，但是还是没盯在那边，然后搞到半夜，然后回了那个军区，爬墙回去。那时候真的是可能是神明保佑，你看那时候都要昏成那样子了，还能爬墙回到里面去，如果没爬墙摔死了，是不是？这就让我想起来啊，因为他势力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放一包迷幻，你就给我喝，对不对？你敢讲吗？你敢讲不吗？对不对？那现在我觉得这来猪就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谁的势力大，你就给我吃，是不是？再讲就给你小鞋穿，是不是？但是哦，我就在想一件事哦。是要这个世界的贸易，自由贸易，为什么不能进口没有来猪的猪呢？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一定要进口就是有毒的猪，然后就让你们吃买？我就搞不懂了。我也可以 support 你买你们，对不对？哪一个国家的猪肉？为什么一定要买毒的猪呢？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。所以我在想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隐忧啊？就说不是看今年，不是看明年，是不是有长期的隐忧？是不是觉得你中国人实在太优秀了，亚洲人实在太优秀了，对不对？那不如吃点好吃的猪肉。